小蜡笔大罢工。邓肯收到了来自蜡笔们的信。红色蜡笔抱怨没有节假日，灰色蜡笔抱怨涂的东西太大，蓝色蜡笔抱怨涂的东西太多，白色蜡笔抱怨涂的东西太少，黑色蜡笔抱怨只能用来勾边，粉色蜡笔抱怨被嫌弃是女孩子用的颜色，裸色蜡笔抱怨被包去了外皮。邓肯画了一幅让所有蜡笔满意的画，小挑战，你们能画出一幅让所有蜡笔都满意的画吗？